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香港的 Christy， 这里呢是日本兵库县的宝冢市。我今天带大家来到呢，就是在我左手边的这个宝冢大剧场。自1914年创立至今，已有100年历史的宝冢歌剧团，是日本数一数二的歌剧团。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歌手全是女性，就连男性角色都是由女性扮演。也因为这个原因，有许多人都被这个独特的魅力吸引，而成为忠实的粉丝。现在来到了大剧场的大厅，哇，好像来到了皇宫一样，又高贵又华丽的地方啊。大厅的墙壁上挂着很多剧团的大明星照片。我现在呢就在剧场的2楼，我身后呢这个呢就是宝冢剧院的殿堂，里面有很多关于宝冢的展示品，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吧。平常呢其实这里是不能够拍摄的，但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有特别的许可，所以呢我们现在一起进去吧。这个殿堂展示着许多历代演员的资料与当时使用过的服装和配件。哇，好漂亮啊，你看到我身后这个衣服吗？这个就是宝冢专用的舞台服装啊，你看多华丽，好想穿穿看哦。哇，那边好像有趣的东西发生哦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来来来，这里可以让你挂上宝冢歌剧团著名的大羽毛，然后站在同样非常有名的大阶梯前拍照。其实我今天来到这里主要不是来看歌剧的，而是要向大家介绍只有在宝冢大剧场内才能体验到的舞台化妆服务。在宝冢这里呢，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服务，就是可以变身成为他们的演员。在这里呢你可以试一下宝冢特有的化妆，然后还可以穿他们的衣服，变成他们那样那么漂亮哦。但是今天变身的不是我，我给你们大家介绍两个朋友。嗨，他是来自台湾的 Cookie， 他是来自泰国的 Boo。 他们等一下就一进去变身哦，好期待啊，到底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很可惜，化妆过程是禁止拍摄，变装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，所以在等他们完成之前，我们到别的地方逛逛去吧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剧场内贩卖意式冰淇淋的专门店 Bonheur。 总之先吃吃美味甜点打发一下时间吧。它有好几种口味，每个看起来都特别好吃，真不知道该选哪个好呢。最后我选的是锦花口味，锦花就是紫罗兰的一种。然后你看到上面这个吗？写着100的，这个就是呢，刚好今年是宝冢剧场的100周年纪念哦。我们快来试一下这个味道如何。很好吃啊，这个味道很特别，是真的有一个花香的味道，而且认真尝尝的话，牛奶味也还不错，非常好吃。这里是大剧场里的邮局，你只要在这里寄信出去，工作人员就会盖上宝冢剧场专用的邮戳哦。发现了100年纪念邮票，好漂亮哦，看起来相当有纪念价值呢。是他们100周年纪念的明信片，现在就要挑2张来买。挑什么好呢？全部都好像蛮不错哎。这样好吗？他们好像已经化妆完成了，变身成为另外一个人。我现在进去看看到底他们变成什么样子。哇，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。哇，好帅哦，真的。
便碰一下吗？好像看到真人一样。抱一下。还有另外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，一样变成另外一个人，已经我认不出来，很高哦他。太帅了，我好像带他回家，就这样带回家好了。最后可以在这个摄影棚里请专业摄影师为他们拍摄纪念照。平常只有参加化妆体验的人才能进到摄影棚里，但我今天得到了特别许可，可以跟这两位大帅哥一起拍照哦。